总感觉哪儿不太对呢，是哪儿不太对呢？完全带入不进去状态跟情绪。然后转到这边的。怎么了？足够我的生活像宇宙，弦都不断，飞不正。老师，我们再来一次。老抓不住，唱错词了。好难啊，我不适合耍帅啊。他之前受过类似于像跟腱这种地方的伤啊，然后腰也有伤过，平时工作量特别大，整个人一年就没怎么休息过，一直都在忙，有点担心。你还好吗？哪里不好？就腰不行。腰痛以前有过吗？我去年夏天伤过。就在这个地方拴拴着，哎，对，现在站也不好站了是吧？对，现在就是疼的，它是前面反射疼，站不起来，坐不下去。后面还有节目吗？就是因为后边有节目。这个可能到医院去看一下了。这里，哇，很帅啊！今天我要唱非常复古的啊！你唱什么歌？谈恋爱，好想谈恋爱在夏天。哦，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看这个音乐碎片吧。开箱听新歌，喜事找立白，天然除菌洁净，就找立白搞定。邱泽的风格，老爵士的感觉。这个歌手可能不太想谈恋爱。天哪，这个是谁？我一定要问问他。有一点油腻。油腻了。好油腻的感觉。怎么都说你油腻啊？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能听出来什么呀？都不差啊。我是想保留悬念。其实我没有，我是来不及了。我如果来得及做完，我一定会给的。太像张碧晨的声音啊。这个声音没有听过。这也不是张碧晨。雨山白雪飘雨，后面的这个男中音一出来就是廖老师了。这个女生是谁啊？很期待这个女生是谁。廖老师请了一个神秘嘉宾来。哦，就很奇妙。好赞啊，天哪，现场让我们帮他想歌明白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之后就知道歌名了。像是太医的，因为他的东西很个性。谢谢，一被夸我那个嘴就能笑到这儿。听一个他的一个伴奏，我就可以嗨成这个样子。哥，这样千万别拉高。太平了吧，这首歌。好安静啊。哼，先听吧。很温柔，很真实，但是又好像遥不可及。没有遥不可及，我写的这首歌其实是他是梦，也醒了。而是醒了之后发现所有的东西其实都在，然后也都很美好。这首歌一定有高音啊，没有高音的话你就倒立洗头。好，我倒立洗头。我一定要让他倒立洗头，我给他带盆水，带个洗发剂。我一听我就觉得是小鬼的声音，有一种啊去那种音乐节的感觉，电力十足。不加电音都没法唱了是吗？很难听到你的音色了，所以说不是特别的喜欢。每个人有不同的唱法，我既然选择电音，就是我喜欢。立白搞定。